父亲的坟竟然被挖开，爹的尸首不见了。什么？活了？一定是活了！ 查明事情真相，我绝不离开。将，此人怎么可能活过来？<笑>本来只是想查明师父的死因，却没想到牵连出这么多是非来，真不知道这公安线背后还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。 这个人绝没有表面上看上去这么健忘。